他在欺负教练，又在摸教练的胸肌，又在摸教练的屁股。要按照我的做啊，要严格按照我的做。教练，你屁股很翘。看你能不能做到。教练，你尽管叫。你屁股很翘，屁股很翘，教练你有翘臀，哇，教练你有翘臀，我可以摸一下吗？我可以摸一下吗？啊！我做不到。王青要摸教练的屁股，太结实了，太太棒了，王青。王青太棒了。酷啊！教练，我觉得这个不好玩。教练，我觉得这样不好玩。来，我站起来试给你看。李小龙做过这个动作。来，我站起来。我做给你看。李小龙做过这个动作。我做给你看。李小龙做过的动作。扮李小龙。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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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超级英雄，我真的很多粉丝。现在应该乐视完毕了吧？我真的特别多粉丝。我最近经纪人还帮我接了一部爱情大片儿，因为我经纪人给我接了一部就爱情的戏，全是室内动作，就都是训练动作，室内动作大片，都室内动作大片，你懂吗？在日本呢，大片，在这部戏里。做一个卧底啊！在这部戏里啊，我有很多飙车的动作。不，没有，在这部戏里我有很多。你看我骑摩托车多帅！你看我骑摩托车，模仿骑摩托车，模仿骑摩托车。嗯，还有声音，对。然后在路上追车。嗯、没有，不要这样，没有，因为骑摩托车追车，左摇右晃，嗯、躲避车，对，然后从大卡车底下钻过去，车打的。整个人身体在地上飞过去，咻！得配上这个音效。我没事。骑摩托车吗？对，骑摩托车吧。你没有骑过摩托车吗？你没骑过摩托车吗？我喜欢唱歌。就我喜欢唱歌。唱首你的 demo 呗。对，就对，你没听过我的，我特别有名的一首歌。不可能你没有听过我的歌。不可能没听过。你一定听过，你不要装了。叫 demo， 你没听过吗？你别装了，没听过。肯定听过。跟我一起唱。我给你做一个示范。你连我的歌都没听过，你怎么活到这么大的？没听过，教练。你怎么活到这么大的？你怎么活到这么大？你的歌没叫啥？叫 demo。边做边唱 demo。哦哦哦！大声一点！是吗？好听吗？靠近让我瞧瞧你，没事别大声叫。好听吗？教练，你摸得好舒服。哇，教练，你摸得好舒服。天哪！继续唱。你要拍一个线。世界已经很超前，尽量听我心跳。你捏多大？哎呀，好累啊！23。这个动作太简单了。对，这个动作太简单了。有再重一点的吗？有没有再重一点的？因为我平时都比这个重。教练，你真的是个花架子吗？哇，教练。就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怎么能在健身房生存到现在呢？我教练，就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你怎么练的？教练，你还憋着心里的怒火吗？直播里各位明星的声音，大家听得清楚吗？如果听得清的话，弹幕上打个一给我看一下哦。为什么？做这个不行，做这个卧推不行，是不是有点重？你现在身体的肌群很小啊，我就怀疑。好，真的可以吗？你们你来。先说话行不行？哇塞！再给他，稍等一下，再给他来一个猛的。Okay。教练，我能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你趴在我身上做俯卧撑吗？哎呀，天哪！教练，我能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你趴在我身上做俯卧撑吗？天哪！
安全。你怎么一直在拒绝我？OK， 够了，够了。好了，够了，好了，坐起来。够了，够了，够了。休息一下。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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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哎呀，然后跳起来。跳一下，我已经无法哇，随便跳哇，好简单的这些动作，你还要学什么？太简单了，太简单了，太轻松了。再跳一下，哇，跳跳，我你看我，哇，哇没有，一分。教练，我觉得我比你更适合当教练。教练，我这大家有点恐怖的啊，来，我觉得我比你更适合，对。我比你能打。我比你还能打。好了啊，来跟我说。我会打咏春拳。好吧，教练，我会咏春。教练好认真哦。学了多久？哎呀。好了啊。你可以跟我对打吗？你可以和我对打。教练。各位亲爱的们，你们现在点赞呢只有72.6万，如果你们要支持王七下角的那个比心的那个按钮呢是不用掏钱的，而且呢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的点赞数目当中的。想要王青获胜的话呢，就要多多点赞，多多支持他，多多支持他，不然的话王青就会被输得更激烈哟。他的表里真的是这样打一下，看我咏春拳。咏春拳会打吗？嗯，对，他的本事真的是这样的吧？对，退群，就是年轻人好。对，来发这个。咏春不用全套的，咏春不用全套的。没事，你带着全套打咏春吧。教练，你跟他说，教练，王青。教练，其实我最喜欢的角色是沙袋。其实我特别喜欢打沙袋，不是特别。其实我最喜欢的角色是扮演沙袋。其实我的角色是扮演沙袋，然后生气了，打我。对，他生气了，他可能把。没有，我是甄子丹。我是甄子丹，甄子丹就这样。哎呀，我是还魂丹。我是还魂丹。我是六黄有黄六味丸。我是六味地黄丸。大家记得多点赞哦，我们上。上一期曾艳芬组得到了800万的点赞，然后王青的这个被整蛊的时间也快，大家多多支持你们家爱豆。教练，我打沙袋没意思。我打沙袋没意思。你能站到沙袋的地方让我打吗？让我打吗？我可以让你，你把我想打的啊，就打来的时候，现在你能打的。教练，我只想打你。我教练，我只想打你。什么不是你对手啊？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你瞧不起。我。对。我。你说你瞧不起我。你瞧不起我。哇塞。你看都掉下来了，你看都让我打坏了，都掉下来了。我生气了。然后再来个别的。我生气了。叫半个小时。教练，我观察你半小时了。你真的是三脚猫。你的胸肌是假的。你完全不是我对手。你真的不是我对手。要来吧，来一个。要。同学。好。来点高难度吧。来吧。来。你跟我打。你跟我打。教练，你问教练，你热吗？讲，直播呢不是说到多少够，而是说如果点赞更多的话呢，你们家王青就不会输，然后就不会接受终极惩罚，因为终极惩，所以呢，为了你们家王青不被整，就多多支持他吧，让你们的爸爸受伤，对不对？我先累了。我现在累了，我想休息一下。我觉得休息的时候要唱歌。
就是倒立一分钟。不是，休息的时候唱歌最好。不是不是，知道吗？休息的时候唱歌最好了。嗯，对。唱首歌好不好？唱首歌好不好，教练？好。你会唱什么歌？不，咱们你一起唱。唱什么？啊、我想想。唱朋友吧。唱什么？唱。See me fly。唱练好可爱、啊、See me fly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I try to fly high A B C D E F A B C D E F E D G F G F C D J F E N 俄语Прешна та стади Т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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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тади 粤语的 Das Fandan 发传单 Is this me la luz 一对啦啦啦这是德语歌哎教练已经百无聊赖了，开始走过去跟他唱了啊！百无聊赖了，我也很生气了，我也很生气了。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说。还要再跟我一个？你说教练，我不生气。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再做一个，你现在休息过来了吗？你再说一遍。休息过来了。你瞅啥？我说你休息过来了吗？你再说一遍。啊，你再说一遍。你休息过来了吗？休没休息过来又咋的？我没休息，我可以再休息。我不想休息了。不想休息了。那你想什么？我想让你歇会儿。我想让你歇会儿。把你的唱歌给我。看我，对你歇吧。我想看你笑，你看我练。好。我让你歇，你还真歇呀、啊？不，我让你歇。哎呀我现在做50个俯卧撑来咱们做50个俯卧撑打开做什么样的俯卧撑打开道具包都我教你的方法好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呀对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吗我今天我带了我健身用的装拿个手机拿个手机都叫我爸爸你用啊教练帮我拍个照片，我叫你帮我拍照片吧，最帅的。我给你拍是吧？对对对，你给我拍，你给我拍。没问题，OK。那先自拍一张吧。你给他。好了，现在我们去。啊。刚才我，你们的王青脱衣服了，看到了吗？我看看大家现在点赞的是200多万，大家再接再厉哦。我们第一期是周杰老师，我们周杰老师的点赞也是200多万。这拍的哇，是我让我累。帅啊！跪下来给自己磕个头。去亲自己一下。对着镜子亲自己一下，亲自己一下，好帅啊！好帅，亲一下，亲到镜子，要亲到镜子。对对，教练，我去个厕所。在包里拿道具，教练，这附近有女卫生间吗？教练，这附近有女厕所吗？拿些化妆品。我要去补妆。教练，你有吹风机吗？教练，你有吹风机吗？我要去补妆。化妆品你有吗？化妆品你有吗？我想去补个妆。就我去补个妆。刚刚拍的照片不好看。没有，因为刚才我拍的照片不好看。你有唇膏吗，教练？你有唇油吗？你有唇油吗？好，去补妆，马上去补妆。那我能直接用你嘴唇上的唇。